一晨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的好姐妹吴佳佳。真是的，找到不来耶，先介绍一个离过婚的给我。就算你不能接受吴小姐离过婚，你的态度也不用那么伤人吧。飞机都已经飞走了，你人在哪里？跟赵东勇有关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真爱找麻烦。